啊，请问师父，智清长老他在哪儿啊？请跟我来。请远行僧人堂中歇息，直接斋饭。 你带他去吧。是。这好。哎，我这至真禅师让我为难。举荐来的这位僧人。 原是经略府军官，因为出了人命官司，落发为僧，却又屡犯清规，不能在五台山容身，便到这里找差事来了。收留吧，谁知他能不能改了毛病？不留吧，师兄又专修了书信，万千的嘱咐。哎。 看这个人的模样，全不像个出家人。要留，就让他管菜园吧。酸枣门外那片菜园，常遭一群泼皮侵害偷窃。管菜园的老和尚敢怒不敢言。看这位僧人的模样，也许能管得了。这倒是个办法。等他吃过斋饭。 你去找他说吧。